恭喜小豆豆喜提新春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哎呀，终于开业了！今天小豆豆买了个新砖，是崭新的。老板只能干啥子？从高头出的。今天干的都是那个。巴适的很。其实往那个买的这种来的。是啊，你买新的，你们就该弄那些，那好多提新的，你该管。我有那种，但是不是这种，我那种是那种。我看的几个。要好大嘛，带你红火火哈，就是。钱儿多干了。而且说实话，这个方便你耍朋友的，你再两个人就合适得很。带你出去兜会儿风。万年爱的，万年爱的。恭喜小豆豆喜提新春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哎呀，有没有黄金万两啊？好好赚钱哈！来来来，我们这个都给你轻松一点。你老三你就不要想了，你不该想了。这个箱子可以想，要有的是。箱子是可以想，但是不能实行啊。哎，现在说那个车子停了，那你下得噻？我赶车子来下一步。放心，有安排，有安排。今天感觉如何？愿意，心情。我这儿生蚝，这边酒也煮了呀。你自己不是嘴巴？这明明是自己想吃。整几份毛肚儿，老三，你看啥子喜欢就整点。俺小豆这边我生蚝给你准备的。俺明明就是自己要吃。咱这儿这个肥牛。哎，老三，我整点汤了再去弄哈，我看你一目都烂。就多吃点碱蒸吃了点点。哎，那个不管是因为你始终要那个时间弄了。那个吃都不管自己，那还吃那个饭就顺便吃，然后吃。哎，这就多不好意思的。先去个牛蛙。这生蚝是，再给酒里干一下。阿姐，你最喜欢的生蚝？那是我不会讲的，你两个都别讲你了，你都喜欢。哎呀，我发现你是，你个人吃的应该多整点儿，没人像你这。真好嘞，真好嘞。这么不吓人的。来，老三，我也是干一下，干一下子，收件收拾。哎呀，恭喜你喜提新春！哦，又是，恭喜。随便吃，今天就不要讲理了。今天晚上赶紧吃。是噻，这个是自尊耶，吃的多点点还可以。就是。哎呦。是噻，小时候一来就整一木刀，那确实好吃。就是啊。我还是懂事的很。哎，吃着了，你看吃着了，老三。好的，好的。来让小子来是对那个生活是精打细算的小伙子，就是啊，你好会过日子。你好赶紧看这个媳妇儿，就是我就是觉得他妈不理你跟他是吃了亏的，那肯定的噻。都不要他们的，哄过你也要不的。要的要的，我找一个，我记下来就好。现在车子买掉了，现在就通过你找龙大个媳妇儿。这个房子有了，就好多这个女子和孩子，兄弟。